肾脏病患者必须了解的关于排尿的五件事：一、泡沫尿，小便是有效气泡，多到可以侦测到蛋白质外，且呈现浊白，赶紧去看医生治疗。二、尿液中含有些液，尿液检查显示尿中代谢或粉红色尿液，可能是胆结石或是肾炎病史。三、频尿单尿量少，平时起床后彻底检查2至3次，可能肾脏过度劳累和肾功能不全。四、这会导致排尿时间延长，也可能是肠胃疾病引起的。水和苔少，建议多喝水。但肾脏病四肢无气，无论如何要控制饮水量。五、尿也呈肾黄色，他们经常水喝得少，饮水量是原因。